艾明啊，哎，局长，现在有个突发情况，老何犯心脏病，住院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昨天的事儿。现在扶贫工作到了最紧要的关头，神隐村不能没有扶贫干部。局里决定，让你去接手老何的工作。我今天请了半天假回来做饭呢，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，晚上我们好好庆祝一下。妹妹，我工作这边有些安排，我现在要去趟神隐村。那你晚上不回来了吗？我现在还不确定。我尽量赶回去吧，但是可能会很晚了。那我在家等你，你早点回来啊。这倒地种什么都不成啊。何书记好人呐，兢兢业业的在村里搞扶贫产业，组织所有的劳动力种土豆，把在外务工人员都吸引回来了。哎，你别说，这土豆还真能种，多少年没见过这么大的丰收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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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咱们村里新来的第一书记艾明同志，大家欢迎。好，哎，这新书记来了，那我们的土豆是不是就能卖出去了呀？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再卖不出去就全烂了。这可是大家的命根子，大家割下一年的营生在种土豆呢。是啊，我家两个闺女今年都考上重点大学了，我全指着土豆卖了，供两个孩子上学呢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静一静，先听艾书记说上几句吧。乡亲们好，我也是今天刚接到任命，现在对大家情况还不太了解，等我具体了解一下大家的问题，一定会帮大家解决困难的，好不好？等你找到办法，黄花菜都凉了，家家土豆堆成山，都快长毛发霉了。是啊，就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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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着卖，什么时候才能卖出去？新来的扶贫干部，你来干啥？懒汉一个，又不种地，又没有土豆要卖，我来要钱呀。钱？什么钱？扶贫款。对啊，土豆卖不出去，发点扶贫款也行啊。对啊，是啊，给点实际的吧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咱们现在的扶贫政策是扶志，扶志，要从根子上精准扶贫，要彻底的解决大家的贫困问题。不是单纯的发钱这么简单。你胡说，以前的扶贫干部来都带钱，你肯定把扶贫款黑吃了。搜他的包。好了，别胡子。艾书记这次来就是帮大家解决土豆销路的，懒人不种地还想分钱。好了，艾书记这一路上辛苦了，大家都回去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商量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不行，一定要给我们个交代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我知道大家都有困难，我来就是帮大家解决困难的。大家给我点时间，三天之内，我一定帮大家找到土豆的销路，好不好？
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早早睡了吗？闺女今晚上在姥姥家，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？妹妹，我这两天回不去了。为什么呀？我现在被任命为扶贫第一书记，村里有些急事，走不开啊。第一书记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？也是今天下午刚任命的，老何病了，我这也是接手他的工作。这么着急的吗？今天什么日子你不知道吗？知道，这也是事发突然嘛。妹妹，妹妹，我知道你很委屈，但这也是我的工作嘛。过两天我就回去了啊，到时候我亲自下厨，好好补偿一下你啊，好不好？书记，您是城里来的领导，土豆的滞销问题您一定有办法吧？啊，这次我来的比较急，咱们村的情况我也确实没有想到。农产品销售这一块我一直也不太精通，不过我既然来了就一定。对不起啊，来晚了。你镇上的小店就那么重要？这新书记来咱村扶贫，村里有这么多事儿，你还要迟到？书记您好，我叫马卫国，咱们村的主任。哦，你好。说到哪了？继续吧。那我就继续了。说实话，农产品销售这一块我是一窍不通，不过我既然来了，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大家解决这个土豆滞销问题。说了半天，艾书记也是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呀。你有什么好办法？说说看嘛。我能有什么好办法呀？书记怎么指挥，我怎么干就完了。今天我准备先去各大食品加工厂找找销路，还请各位多多帮忙啊。刘总，您看看我们村的这土豆，非常好吃，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都蒸着吃，什么料都不用蘸，非常好吃，味道非常好的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哎，少订一部分吧。我要。哎，厂长，咱少订一部分啊。跑了两天了，一颗土豆都没卖出去。要是这招能行的话，我们早就卖出去了，还用得着烦劳您，艾书记？哎，慢的。说三天就能帮我找到土豆的销路吗？就是，这都已经是第二天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我们都还等着你的消息呢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土豆的销路已经找到了，大家放心吧。真的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大家都回去吧，明天等我消息。好。书记，书记。艾书记，你这不是骗人的吗？咱们哪找到买土豆的厂子了？啊？我也是迫不得已才这么说的。好家伙，要是明天卖不出土豆，大伙儿还不把你给吃喽？
怎么了？哎，书记，我们家老李昨晚说他烦得很，出去透透气，谁知道一晚上都没回来。今天我和两个闺女满村找，都找不见人影，这可咋办呀？你们家也种土豆了吗？是的，我们家在邻村还包了十亩地种了土豆。大嫂，李大哥平常爱去哪儿啊？他平时就爱在村里边瞎转悠，跟人聊天，可是今天家家户户都找遍了，都不见他呀。还有别的地方吗？别的地方，让我想想。家里可咋办？我命不好，娃娃们好不容易考上个大学，可是拿什么供他们呀？我真没用啊！李大哥，别发愁了，我已经找到土豆的销路了，明天土豆就都卖出去了。别哄我了，你们这些当领导的就知道哄人鬼，说什么种土豆能脱贫，可是越脱越贫。本来我就欠了一屁股债，还指望着把土豆卖了供两个孩子上学，眼看着土豆都成一滩烂泥了。哎，勇哥，娃他爸，李大哥，我没哄你，土豆销路已经找到了。哎，马主任作证。是啊是啊，艾书记已经把土豆的销路给找到了，你赶紧回来吧。你赶紧回来吧，他爸。回来吧，回来。土豆真的能卖出去了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小梅，小梅，你等等我。小梅，小梅，你听我说。你神什么？我不想听你说。陈建云。艾明。陈建云，我不和你说了吗？不要再找小梅了。你是她什么人呢？你凭什么管我？她是我男朋友。谁让你这么做的？你放手！你不说清楚，我就不放手。哎呀，艾书记打人了！书记打人了！哎呀，怎么回事？艾书记，你是不是骗人的？你根本就没有找到土豆的销路，对不对？骗子！我们村不需要你个骗子。就是，我们不要你这样的骗子。让你们领导重新派一个有能力的干部来。对，要重新再派一个有能力的干部来。乡亲们，你们听我说，
我没有骗你们，刚才我还给我一个老同学打电话，他已经说了，收购我们的土豆。安书记，如果明天我们的土豆卖不了怎么办呢？就是卖不了怎么办？明天卖不了怎么办呢？就是，明天解决不了问题，我主动走人。明天问题解决了，我也会主动申请走人。这年轻人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？我还不是为了咱们村的发展。这个艾书记就没什么真本事，还不如他早点回去。上面会重新给咱们派一个工作能力强的扶贫干部来。局长，土豆的任务明天就完成了。完成后，我要求回单位。哎呀，艾书记，实在是对不住你呀！我刚从镇上回来，才听到今天晚上这个事儿。哎，那个赵福顺呀，本来就是个二流子。你可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啊！先看看我们这土豆，不用看了。昨天在电话里不是都说了吗？你们村的土豆我全要了。建宇，感谢感谢，太感谢了！你这可是帮了我们大忙。不用谢，我可不是为了你，我们也是自愿的帮扶企业，而且我看乡亲们比较可怜。哎，书记！哎，书记！艾书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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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能走啊！艾书记，等一下。艾书记，你这是要干啥去啊？回城里。艾书记，对不起，是我错怪你了。我一直以为你没有什么真本事。上面领导只是派你来我们村镀金的。昨天晚上是我让赵福顺和村民们来了那么一出，目的就是赶你走，好让上面重新派一个有实力的领导干部来。也怪我眼力浅。艾书记，别撇下我们，我们农民太渴望一个好的扶贫干部了，一个实实在在为农民做实事的领导了。是啊，艾书记，都是我们的错，希望你不要走，你要是走了，我们的日子可就真的没有希望了呀。是啊是啊，不是艾书记，你真的不能走了。看着走啊，千万你不能走啊，一定要留下来，好不好？妹妹，对不起，我又回不去了。你爱回不回？
扶贫工作现在是迫在眉睫，组织派我到这儿，是对我的一种信任，而且这对我也是一种历练。希望你能理解。艾书记，你看，这都是咱村里面的特困户，没有经济来源。你看，这都是，尤其这个赵福顺，懒汉一个，整天家里睡大炕，每天以蹭饭为生。蹭饭？他家人不给他做饭？他哪有家人？父母死得早，就两个姐姐，都嫁到邻村了，每天就是两家轮流蹭饭。也没媳妇儿？有哪个姑娘愿意嫁给他呀？赵福顺，赵福顺，哎，艾书记，找我干啥？没事儿。我挨家挨户走访一下。哎，我看你家窑挺多的，就住你一个人？就我一个人，咋了？你也把屋子收拾收拾嘛。收拾干净了，你住着不也舒服？灶台都成这样了，你不做饭？我哪会做什么饭呀？那你都怎么吃饭？在我姐家吃呗，今天大姐家，明天二姐家。准备让你姐养你一辈子？我能有啥办法？一个媳妇儿，娶个媳妇儿呗，哪儿那么容易呢？托人呀，给我说了好几个了，可人家都不愿意。哎，我有个办法，能让你娶上媳妇儿。啥办法？你看，我现在一个人在村委会住着，这也不是个长久之计。我看你这儿还挺宽敞，干脆我搬过来，咱俩搭伙住。这跟我娶媳妇儿有啥关系啊？你放心，只要我住过来了，保证你能娶上媳妇儿。真的？真的。那行。哎呀，让我先收拾收拾。艾书记，嗯，上次泼水那事儿，嗨，都过去了，不提了。怎么样？哎，着了着了。说，下车。上车挖柴火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我们赶快去找找吧。走，走。倩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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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你说，倩倩，倩倩，还是分开找吧。行，大家都分开走，快！倩倩，倩倩，倩倩在这里，快点，快，快，倩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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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伤着？倩倩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上山采药？快开学了，给自己挣点生活费。傻孩子，这多危险啊！怎么不申请助学金呢？啥是助学金？学院能领？能啊，当然能啊，我帮你申请。各位，
但是咱们村啊，还是有很多的贫困户。要想彻底解决咱们村的贫困现状，我觉得我们得开发一个新型的、长久的产业资源。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，咱们村有山有水，如果发展生态旅游，应该会很不错。艾书记，嗯，我觉得这个方法行不通。咱们村离城里很远，假如城里人来旅游了，吃啥喝啥住哪儿？吃就吃农家饭，山野菜，纯天然无污染，城里人是最喜欢这个的。住嘛，就住我们的空窑洞，我看村里有好多空窑洞，收拾出来做农家乐嘛。盖农家乐需要不少资金，咱们村里的人可都没有那个条件。一步一步来，咱们先把城里人吸引来了，他在这儿消费了，大家有利润了，下一步不就好办了吗？可咱们村条件差，怎么把人吸引过来？哎，我建议啊，家家户户都种花，这繁花似锦，我们再建个景点，就叫情人谷。哎，情人谷好，嘿嘿嘿，我就不信吸引不来人。咱们村耕地本就不多，让乡亲们种花，恐怕没人愿意吧？就算种，可钱从哪儿来呀？咱村的账上就还有300块钱。啊，这么大个村就300啊？你问问大伙儿。啊，家里信邪了呢，你还知道回来啊？找什么呢？哦，那个咱们家银行卡放哪儿了？你找银行卡干什么？哦，白伟装修房子问我借50000块钱，我就答应了。真的？啊，当然是真的。啊，来，我看样东西。送你的，我爱你，老婆。虚伪。哎，还生气呢？哎，那这样吧，今天我亲自下厨，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隆隆重重的补办一场，好不好？顺便过一下二人世界。生气？别生气了。艾书记，这是啥呀？这是玫瑰花苗。玫瑰花苗？这要这个干嘛呀？种啊。谁种？全村都种。村民同志们，村民同志们，玫瑰花苗已经拉回来了，请大家来村委会领取花苗，免费的，免费的，请大家伙相信我一次，种玫瑰肯定差不了。现在流行送花，先不说每年有无数的年轻人谈恋爱，单凭每年几个情人节，咱们种出的玫瑰都会被一抢而空。
不管白猫还是黑猫，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。只要种玫瑰能发家致富，我们为啥不试一试呢？主任，这就走了？啊，你是咱村主任，怎么能一走了之？我不走还能怎么着？跟着他折腾大伙儿？你不能让他这么折腾大伙儿呀！种玫瑰比老何种土豆还奇葩，到时候卖不出去怎么办？吃玫瑰啊？阻止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开。这个方法好啊。哎，书记，我知道你帮我是好事儿，但是现在种庄稼难免没有个好收成，别说弄这些花花草草了。这很好种的，不耽误种庄稼。两个孩子马上要上学，我们两口子哪有时间弄这些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哎，李大哥，李大哥。大娘，吃饭呢。那个，我给你拿点玫瑰花苗，你试着种一种。大爷，嗯，给您拿点玫瑰花苗，您试着种一种。不种，不种，不种，不种。黄桂花。没事了，下来吧。哦，你拉好了。啊，没事，切好了。哇，艾书记，对不住啊，我今儿忘把他给拴住了。哦。哎，艾书记，今天找我啥事儿？哦，没事，我就想给你点玫瑰花苗，让你试着种一种。老书记。这人吃的我还种不过来呢，哪有时间种花呀？大黄，走了。哎，哎，桂花。艾书记，来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你去屋里写作业吧啊。来，艾书记，坐。坐吧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去啊。哎，不忙不忙，哎，不忙不忙。花苗已经开始枯了，我就奇怪了，为什么都不信任我了？哎呀。还不就是土豆那事儿吗？那把人都给整怕了。再说，你让村民上山种花，别说他们了，我都接受不了。我说大家怎么跟躲瘟神一样躲着我？
我看问题就出在你们这些村干部身上。小艾，真难为你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上面来检查精准扶贫，我让大家伙给你个好评，不要折腾了。这种花的事儿啊，哎，这怎么能是折腾呢？我做过调查的，别的村种花都能脱贫，咱们沈隐村为什么不行？这退耕还林，每家每户才几亩地，大家都赌不起。王支书，就是因为每户只有这么几亩地，所以靠传统的农作物根本没办法脱贫。创新思维，我们才要让仅有的土地长出金疙瘩来。你看，就你们村干部都这种态度，我怎么工作嘛？村委员、支部委员都不肯露面，村委会主任也失踪了。哎，这马未刮，他有难处。他的父母亲都生病了，两个孩子都在上高中，他爷爷的年龄也大了，为了生活，他就在高家堡开了一家羊杂碎馆。哎，是，他跑出去当老板了，那村委会的事谁干？王支书，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，村里就剩下些老人跟娃娃，我就是神仙，我也没办法让沈隐村脱贫啊。艾书记，艾书记，共产党员吗？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还有抗美援朝，共产党员都是抢着我前冲。你是共产党员吗？是。为什么当逃兵？你到这儿干什来了？我来当第一书记。第一书记是干甚的？是上级党委派到各个贫困村的扶贫干部。上级让你扶贫，你却种花种草。不是，我种花种草是因为想搞旅游扶贫，这样才能把人吸引来。后生，我看你病得不轻啊。哎，老人家，老人家，您刚说那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问你，花一年开几次？一次。一次开多久？一个来月。好啊，一年十二个月，那不开花的十一个月怎么办？旅游扶贫是好事儿，吸引游客也不靠花花草草，得有一个一年四季吸引游客的招牌。是。哎，那您有什么建议呢？你是第一书记，这得靠你自己。你们有文化，见的世面广，比我们庄稼汉看得远啊。老人家，您是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当年像你一样遇到困难就临阵退缩。
哪能把小鬼子赶回老家？兴中广哪会成立？您是德胜爷爷吧？德胜爷爷是谁啊？老八路，抗战英雄，沈隐村的第一任支书，现任村委会主任马卫国的爷爷。不认识，我就认识你。德胜爷爷，我也不想当逃兵啊，但是现在大家都不信任我，我啥都干不成啊。你要真心为他们办事儿，他们会信任你的。德胜爷爷，我是真想帮他们掀掉这个穷帽子。德胜爷爷，生硬葱经不起折腾了，要干就实实在在想个法子，不干你就把脸装到裤裆里边回城里去吧。哎，嫂子。哎，白伟，这干啥去啊？我去买点菜啊。对了，你家房子装修怎样了？装修？什么装修？你不是听爱民说你家房子装修了吗？没有啊。嫂子，回头见啊。哎，好好。我刚才碰见白伟了，他们家根本就没有装修。喂，喂。别给我装蒜了，那5万块钱你到底干什么了？喂，呀，这怎么没信号啊？爱民，你可从来都没有骗过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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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梅梅啊，我这儿没信号啊。爱民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这个家你到底还要不要了？喂，哎，梅梅啊。啊，我这信号不好啊，我这事儿还没捋顺，捋顺我就回去了啊啊。喂，喂，哎，热火了。书记，啊，哎，书记，不好了，村里出人命了！啊，怎么了？你还是赶快跟我回去看看吧，快！哎哎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走，赶！谁要挖枣树，我敢拼命！德胜爷，我尊重您是老人家，你可别太过分了啊！这是我家枣树，我想干啥就干啥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哎，表妹，你跟这老头废什么话？我直接把他放到算了。叔，哎，书记啊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这是我表哥在城里做根料，他说啊，我这棵枣树是上好的料，想买，可这凤楼还死活不让挖，他还拿着刀想杀我们两个呢。想挖树，休想！除非你们把我弄死。桂花，你看树长得多好啊，结的又大又密。你把这挖了多可惜啊。草芥再多有什么用啊，这几年到白根人都没人要，留着有什么用啊。你这没良心的货，要不是这棵枣树，你妈妈能活到现在？哎，德胜爷，别瞎子点灯白费蜡了，拦不住你老人家带人栽下的枣树啊，现在都成了祸害。你问问大家，谁还待见枣树啊？都想挖了当柴火。敢谁挖枣树，我跟人拼命！老头，你不要在这儿胡搅蛮缠了，识相点，赶紧闪开，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哟，表妹，上，都别动！哎，艾书记，你咋不讲理了呢？这棵树单干事就分给我家了，我想干啥就干啥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再说了，你不是来扶贫的吗？我把这棵枣树卖了，我家不就脱贫了？
你挖这枣树不就是想卖钱吗？多少钱？这钱我出了，你就让这棵枣树好好的长到这儿。从朝鲜回来后，首长让我上军校，我就想啊，闹革命不就是为了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吗？可解放好几年了，声音从人的生活过得很稀滑，年年吃国家救济。我就回村当了支书，我就不信摘不掉声音村的穷帽子。我沿着黄河边走了一圈，发现黄河边的土地不适合种庄稼，栽枣树倒挺好，我就带领全村人栽枣树。桂花家院子那一棵就是我们栽的第一棵，唉，就因为这棵枣树，1962年困难时期，省影村的人才躲过一劫。我小时候就听说过沈隐村的枣很出名。改革开放后，枣树长成了，红枣的价也上去了。我在想啊，沈隐村要发了。可好日子没过几年，就被新疆的红枣比下去了。我辛辛苦苦干了大半辈子，还是没让沈隐村的人过上好日子。我真没用啊！我德胜爷爷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您可是沈隐村的大功臣啊。唉，当了几十年的支书，沈隐村还是出了名的贫困村啊，我臊得慌啊。那这也不能怪您啊，我是支书，不怪我怪谁啊？可我心里清楚得很啊，好些人早就想把枣树挖得烧火了，多亏我那把大刀，他们才没敢动手。要是哪一天我俩眼一闭，俩腿一蹬，枣树马上被他们看得烧火了。枣树不能挖，红枣是沈隐村的招牌啊。你就不要安慰老汉了，除非红枣能赚钱，他们才会把枣树留下的。那就想个办法让这些红枣变成钱。你有办法？如果我们通过深加工把这些红枣变成其他的枣产品呢？蜜枣、枣泥、枣饮料什么的。对呀，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。哎呀，德胜爷爷，您可帮了我大忙啊。赵富顺，哎，起床了。干什么呢？干活啊，一天就知道睡觉，你还想娶媳妇儿吗？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你说你住我们家帮我娶媳妇儿，都白住这么久了，我连个媳妇儿渣渣都没见到。你每天就知道睡觉，
靠吃救济款生活，哪家姑娘愿意嫁给你？我这救济款怎么了？别人想吃还吃不上呢。再说了，我也没吃你家的。赵福顺，我希望你清楚一点，吃救济款当贫困户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，你应该振作起来，不然你还想娶老婆呢？你连个老婆饼都买不起，你就废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你年纪没我大，个子又没我高，你凭什么管我？凭我学识比你广，眼力比你宽，更懂得人生的意义。你呢？你懂得人生的意义吗？曹主任，这是神隐村的枣，今天早上我刚摘的，您尝尝，特别的甜。嗯。怎么样？甜。啊，神隐村的枣啊，其实以前也特别出名，只是因为后来在新疆和田枣的冲击下，才没有了市场。村民们现在来打都不打，天天就挂在树上，后来就全部烂完了。神隐村以前也是咱们这一带比较富裕的村子，就是因为现在这些枣卖不出去了，才成了贫困。你的意思是啊，我是想通过深加工把这些红枣变成其他的枣产品，但是深加工就得有设备，神隐村现在的经济情况根本拿不出来这笔钱，看看咱们扶贫办这边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扶持金。有这样的专项资金，就是为了扶持像你这样有创意有思想的。不过这点资金，哎，没事没事，只要咱们能帮忙迈出这第一步，神隐村就有希望了。马主任，我粗略的算了一下，神隐村一共1365棵枣树，每年的产枣量能有上万斤，再加上临近几个村子的枣树，原材料绝对不是问题。主要咱们现在就是缺设备和技术。白天我去了趟扶贫办，启动资金已经不是问题了，只要咱们肯卯足了劲儿的干，一定能把我们的红枣变废为宝。背靠金山，干嘛出来打工啊？哎，书记，嗯，再来一碗。啊，再来一碗。这工地上有咱们村多少人啊？这有30来号人吧。哎，要是回村里就能把钱赚了，你们愿意回去不？村里枣树这么多，我想改变一下策略，在这个枣树上做文章。拿红枣做文章？你到大街上问问，白给人看要不要。哎，咱们不卖枣，我们把枣加工成其他的枣产品。能加工成啥？啊，这个我也还没有想好，所以请大家来商议一下。商议个屁呀，拿枣来致富门都没有。哎，书记，你真想让神隐村脱贫，你就托个关系给他报几个大工程。法官，别说风凉话。我说的都是大实话。原来咱的枣那么火都没顶用，现在拿枣脱贫致富比白日梦还白日梦。别瞎折腾，咱们就是穷命。回去睡觉，明天还赶回工地干活呢。看看你们自个儿，还有点点村干部的样子吗？开饭馆的开饭馆，打工的打工，你们能对得起大家伙投你们的那一票吗？艾书记放下坐办公室的日子来咱们村扶贫，一心想着村里的致富，自己还贴了不少的钱，你们不帮他出主意想办法，还满嘴的风凉话，不觉得脸红吗？德胜爷爷的脸也都让你们给丢尽了。啊，今天也不是个什么正式的会议，就是想请大家来集思广益一下。支书骂得好，艾书记说的也对，咱们神隐村背靠着红枣这座金山，干什么出去打工呀？我把杂碎馆转让给别人了，咱们就拿着红枣做文章。
你们送来的红枣检验报告出来了，富含维生素，特别是维生素 C。 哎，赵教授，那这些红枣怎么样加工才更有销路呢？现在市场上绝大多数都加工成了蜜枣、果脯、蜜饯，咱们这个枣品质特别好，适合酿酒啊、红枣咖啡、红枣饮品，这些在市场上非常少。红枣还能酿酒？红枣啊，从古到今都是味中药，补中益气、养血安神。如果酿成酒啊，每天喝上一小杯，是很好的食疗啊。艾书记，想问你个事儿，你一个干部怎么对沈隐村这么上心呢？沈隐村一天脱不了贫，我就一天回不了城，我能不上心吗？艾书记没有说实话。是实话，不过也不全是这个原因。我老家也是农村的，小时候家里穷，我爸为了给我攒学费，就偷偷跑去卖血，结果在回来的路上晕倒了，跌下了山崖。那天看到李有根急得要跳河，我就想起了我爸。魏国，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，农村实在没有穷的理由啊。是啊，沈隐村栽过烤烟，种过花生，不知道找了多少条门路，最后还是没能逃过靠天吃饭这一关，不了了之。不过这次我倒相信你给我们找了一条好路子，如果再摘不掉贫困这个帽子，就只能怪沈隐村的人命苦了。乡亲们，艾书记为咱们村操碎了心，他又找到了新的扶贫办法。大家看到我们山上的枣树了吗？今后咱们就问枣树要钱。问枣树要钱？问他要钱？对了，就是跟枣树要钱了。上次再问枣树要钱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德胜爷爷他们当年饿着肚子给咱们栽下这么多枣树，这可是一棵棵黄金树啊，咱们不能因为近些年这些红枣卖不掉了，就把这些枣树都荒废了。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些红枣变废为宝。怎么变废为宝啊？来到枣树上接触人民币吗？枣树怎么能长人民币呢？少骗我。能？我和马主任已经考察过了，专家说咱们村的红枣适合酿酒，我们就办酒厂，把我们挂在树上等烂的红枣酿成酒，换成钱。喂，阿奎，再查一下咱村的账上有多少钱。不用查，298.35。你再查一下。有什么用啊？看来贫户多出来。主任，真正多出来100多万了呀。钱到了，钱到了。艾书记，扶贫款到了。你怎么还不高兴啊？政府给这些钱也就光顾买设备、建厂子、请技师，后面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。不管咋，咱们先把第一步迈出去再说，把设备买回来。你们需要产量多大的设备？产量当然是越大越好。初九要最大的，每个能吃2000斤。这个得多少钱？这个得200万元。你们要多少呢？
还有再小一点的吗？再小就是每天能出一千件酒，120万元。再小点的呢？哈，再小就没有了，哥们。哦，好，谢谢你，我们再到别的地方去看看。合同做法够底，30万就够了。啥？没事。是他们的设备不行吗？不管设备行不行，塞红包这种做法我就接受不了。他们这么做肯定心里有鬼。嗯，这100万关系到沈隐村能不能奔小康，咱们可得一个哥们儿掰成两半使。嗯，那现在怎么办？继续考察。去果业局吧，让赵教授给出出主意。好。嗯，工作来了。嗯，还是这套不错。这套是最贵的，小200万呢。郑教授，我们实在资金有限，您看还有没有别的设备？没办法，一分价钱一分货。酒的品质不仅仅和配伍工艺有关，设备也很重要啊。我还是建议你们选那一套。哎，赵教授，我今天听一个设备厂的经理说，是不是还有传统手工酿造？对呀，我先给你们设计一套酒坊的图纸。你们呀，要找到一位优秀的酿酒师，花钱还不多。这事成了，太好了。哎，我就知道你睡不着。你也没睡啊？这不是我也睡不着吗？哎，我刚从林州坊酒厂回来，他们建议咱们先建个酒坊，说设备花不了几个钱，到时候派人支持咱们。那好啊，那咱们就先建酒坊。咱们这钱不够啊。啊，来，艾米，喝水。哎，谢谢。啊，佳云，是这样的，我打算在村里开个酒厂，生产这个红枣酒，市里已经给拨了一部分资金了，但是还差得远，就想看看你这边有没有兴趣投资一些。哼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呀，真把自己当成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了。哼，这样的苦差事你还做什么呀？你来我公司当个副总，年薪是你现在的20倍。建云，人各有志，你是生意人，那我的职责不就是为老百姓服务吗？那你把红枣按市场价给我拉来，我全收了，你何苦要自己建厂的嘛？哎，那不一样，改天你要是不收了，那那些红枣不是还卖不出去？我们要自力更生，寻求长久的发展嘛。
这100万分给大家伙，最起码今年奔小康了。胡说八道，这钱分到个人手里2天就花完了，还是一贫困户，没钱建厂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咱们不能坐等人来投资，我还是那想法，动员村民集资，有多少算多少，请不起建筑队我们就自己动手干。咱们自己能干得了吗？赵教授免费提供给咱们的图纸已经拿回来了，发奎不是能看得懂图纸吗？咱们就按图纸来建。魏国说的对，咱们不能再等了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李大哥，你这边就算了吧，家里还供着两个大学生。凭啥不要我的钱？钱虽然少了点儿，但也是我的一份心意啊。再紧张，我也想为酒坊出点力啊。哎，书记，72块，你数一下。刘书记，谢谢你了。谢我干嘛？要不是你啊，那些废墟早就把枣树挖得烧了火，这下有救了，枣树有救了，申应聪有盼头。是啊，沈隐村有盼头。是啊，沈隐村有希望。起床！干什么啊？跟我去工地。我不去。不行，必须去。陈，起来！哎，我不去。不行，必须去。好好好好，我去。快点！必须去。思源，好，我去，我去。让我洗把脸行不行？孩子怎么样啊？你别急，孩子是急性化脓性扁桃体液，体温过高，暂时性休克。有危险吗？暂时没有，不过必须马上进行治疗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孩子。现在有2种治疗方案，一种是保守治疗，一种是手术切除。一定要做手术吗？保守治疗也可以。不过有引起并发症的可能。那就手术。这就要求你们家属来做决定了，一般采取的都是保守治疗，
虽说扁桃体切除对身体不会有太大的影响，但是人身上的器官和组织没有一件是多余的。我和我老公商量一下。乡亲们，加把劲儿，这天快下雨了。好的。谁带充电器了？哎，书记，我回家给你拿去。不用，又想偷懒，门都没有。吃完干活。小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早早做手术呢，就过来了。手术开始多长时间了？已经进去好一会儿了。你不用着急，我刚才咨询了一下专家，这是一个小手术。哎，爱明呢？这小子真是欠揍，早早做手术了他都不回来。我去沈雨村把他救回来。不要。给弟妹打电话呢，白天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，我都没接上。明天回去看看。哎，枣子都快烂了，酒坊也还没建好，等忙完这阵儿吧。老爷子给你炖的汤，好喝香。江梅。孩子怎么样了？刚才醒来了一次，现在又睡着了。刚做完手术都这样，麻药劲儿还没有过去。这房子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这是我专门让医院给咱们安排的。谢谢你啊。回头我把钱转给你。你看你说的这话，不说别的，就你我艾敏，咱们从高中到大学同班同学七年，以后不能这样说。来吃点东西吧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煎饼。妈妈，我爸爸呢？我想爸爸了，爸爸为什么总是出差啊？这你得问爸爸。早早，喜欢叔叔送你的花吗？
我不嫌玫瑰，玫瑰是男人送给女人的。我爸爸经常给我妈妈送玫瑰。叔叔，花是送给我妈妈的吗？草草说呢？我不许你给我妈妈送玫瑰，我妈妈只能收爸爸送的玫瑰花。叔叔，还给你。红枣红，红枣枝头你晒红。哎，书记，你看这马上就要下大雨了，要不我们先回吧。不着急，等下了再回。现在能抢多少是多少。哎，乡亲们，大家加把劲儿，快下雨了。好。喂，建元，怎么了？小妹，不是说好今天一起去看野兔吗？我正做着饭呢，咱们吃完饭再说吧。我先不跟你说了。你们是？我们是沈隐村的。艾书记，艾书记出事了，给你打那么多电话，你都不接。是不是爱就该这样结束，让人变得麻木不清楚，总是让人忍着不哭，还假装一切都不在乎。如果爱你对我是种幸福，对你却是种束缚，不必太在乎我是否会孤独。是不是爱总让人太盲目，盲目的最终没有了退路，总是让人误入歧途，成为那爱情的俘虏。是不是爱总让人太糊涂，容易喝下爱情的毒，但我不认输，不退出爱的绝路。别担心我不会哭，我会慢慢长大，懂得付出。你要的是一种结束，而不是我给你的幸福。别担心我不会哭，
慢慢长大，懂得付出。在黑夜里我会满足，细碎背后的孤独，但我不会哭。来，建元，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以前不可能，现在更不可能。如果没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挂了。你以后也不要再这么频繁地给我打电话了，爱民会误会的。烫吗？嗯，又太凉了，要不放你嘴里暖一下。诚心找打。妹妹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，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，让你和早早受委屈了。知道就好。其实有这样插曲也挺好的，反而能让咱们的感情更加牢固。胡说，以后绝对不能有这样的插曲出现了。妹妹，亲一个。讨厌啊，待会护士来换药了。亲一个嘛。爱民，市场领导来看你了。哎，快快躺着，伤没好之前啊，绝不许下床。我和其他市领导刚从神隐村回来，大家都觉得你的想法非常好，给咱们市的经济转型和精准扶贫创出了一条很好的路子呀。艾明啊，你我是校友，有困难为什么不来找我呢？赵教授给你们的图纸你们就没看懂，不坍塌才怪呢。市政府通过相关部门给你们争取了500万贷款，免息的扶贫贷款。不管哪个贫困村，哪个第一书记，只要想法好，是真心实意帮贫困户致富，市政府都会全力支持。我的门24小时为你们敞开，贫困村不脱贫，你们绝不许离开。哪出问题了吗？我都要醉了。那您的意思是发酵得非常好，还是彻底搞砸了？比我想象的好得多呀。哎呀，赵教授，你快吓死我了。那是不是马上就能上蒸笼了？不用着急，半个月以后。酿酒啊，每一道工序都非常关键，哪一道工序出了问题都酿不出好酒来。这样，在我回省城之前，把这里的所有问题一定解决掉。那必须的，您要不把问题解决了，就别想离开神隐村。你这是要绑架我呀。教授，你看，这些都是50-60年代的建筑，也是咱们神隐村最独特的建筑风格。我在想啊，把这个红枣酒跟这个老建筑结合到一起，这样就能吸引更多人来这里。红枣红，红枣枝桃阴晒红，七九七。
山外几度西浮游。神隐红枣酒坊剪彩仪式正式开始。艾书记，咱们的酒究竟怎样？咱们说了不算，得省城的品酒师评判。哎，你咋一点都不紧张呢？紧张什么？有党的精准扶贫政策做靠山，神隐村的乡亲们又把劲儿往一处使，神隐村一定会走上富裕的康庄大道。汉子最姑娘，神隐村里鸟语。